在机械加工中，工雅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，而我们在传统工雅时常会使用施工扳手以及螺丝工进行工雅。现在开始进行测试。经测试后发现，手工工雅垂直度与同心度不佳，然后大大降低工件的精度，同时也会有断刀的风险。这款自动工雅器来解决手工工雅时垂直度与同心度不佳问题，而我们有设计了三款不同规格的螺丝工铜夹，分别为 M6、M8 以及 M10。 会选择这三种螺丝工，也是因为在高中实习课当中最常用到的，而我们在螺丝工铜夹组装上设计的是方便以及快速拆装的功能，所以只要选择需要的螺丝工，装上自动工雅器后，再使用指腹螺丝将其锁紧，即可达到工雅的效果。现在开始实际测试。使用脚尺以及六角螺丝进行检测。测量发现，自动工雅器工出来的效果比手工工雅还要来得好。工盲孔是我们常使用到的技能之一，施工者在工盲孔时常常因为不知道螺丝工已到达底部而继续施力，造成螺丝工断裂，所以我们设计了数位量测装置与工雅器结合，让施工者不必担心螺丝工会断掉。我们会使用游标卡尺，也是因为游标卡尺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量测仪器。在装置中，我们将游标卡尺设计为方便快拆的功能。需要工盲孔时，只需迅速将游标卡尺装上装置；需要检测工件时，能够迅速拆下进行检测。